Alhamdulillahi Rabbil Alamin wa salatu wa salamu ala rasulillahi wa ala alihi wa sahabihi ajma'in.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卫视举办的学者访谈节目。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著名的阿訇。谢松阿訇 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马长沙阿訇 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马永贵阿訇 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非常欢迎三位阿訇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上集的节目当中，三位阿訇分别给我们 探讨和学习了有关信仰决定的一些价值、意义以及对人类的一些好处。说到它的好处的话，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在这集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仍然请三位阿訇给我们介绍信仰决定的一些好处、价值所在。首先呢，先请马永贵阿訇继续给我们介绍。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أما بعد 非常感赞真主。那么伊斯兰的第六大信条信前定，人这个内容的价值意义是非常广泛、非常多的。那么从人的行为当中积极争取能够实现真主的前定的好的方面，应该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是正确的。第一是通过大量的古兰经圣训鼓励我们的 来做，比如大量的加强自己的善功，并且诚恳地做祈祷，祈求真主改变对我们当下不利的一些因素和一些事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通过祈求、通过诚恳的祷告和个人的善功，祈求真主能够让我达成某种夙愿，实现某种愿望，希望真主能够成全，这是一个方面的。 除此之外，是通过人的行为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大量的古兰经圣训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比如古兰经大篇幅的倡导知识的价值的重要性，努力奋斗的这个jihad的具体的重要性，对吧？行为的重要性，去鼓励我们，对吧？想实现某种世俗的结果，或者是这个后世里面的美好的结果，都要去奋斗。 比如说，一个人想得到天堂，古兰经鼓励说：“真主要信使们以他们的性命和财产换取天堂。你想得到天堂，就拿你的命来换，那你的财产来换，没有坐以待毕，坐享其成的，要去用你的行为去实现它，要去做。”这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古兰经常又鼓励我们啊，当礼拜完成之后，你们散步于大地上去寻求真主的恩典。他告诉我们，你们礼拜完之后 要寻求这个恩惠，通过你的行为去实现真主给你的这一份恩惠，而且还说你们好好感谢。那么除此之外，在问题的在一些行问的尺度上，又特别表明了，当今世和后世的问题同时出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赶紧放下买卖，快快纪念真主。他在告诉我们，我在罗里拜亚，快速把你的买卖先放下来，然后又去赶紧去纪念真主。 但是又谈到世俗的去追求真主的恩典的时候，说这个礼拜完之后，你慢慢的去不要着，因为真主给你注定好的恩典在那个地方，你不要着急，你去了他就会在那个地方，你直去就行了。所以，他对世俗的这个东西和跟这个教门、跟自己的归修以及跟后世有关的问题上，他更加的侧重了你要快速，比如说，对吧？你想得到真主的恩典，你要 去与你的双腿去寻找、去寻找，你不用着急，真主让给你注定好了，你去找去就行了。它非常有序的在那儿，所以我们有句话叫：真主给你注定好的，你是不可能错过的；没有注定好的，你求也求不到的。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一个是从人的行为、知识和能力上不断的提升，达到某种夙愿。比如说，有句话说：机会是抢来的。那机会能不能抢来呢？我想 以目前我个人的能力去实现一个结果，做某件事情达不到。但是今天你开始准备，你努力了10年之后，你就可以一举得成。它给了你学习和提升能力的机会，对吧？你不一定当下完成，它给了你，因为有些事情、有些结果实现，它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空间的，而且需要各种关系的，需要你自己不断的累积经验等等诸多综合能力的提升的基础上，可能实现那个结果。
所以这是通过人的行为可以实现的一种。刚才谈到了，一个是通过大量的善功，并且祈求祈祷，让真主帮我们实现这个结果，要么就是避祸，要么就得到某一种好的结果。另外一个，通过人的行为来避免灾难的发生和一些不测的东西。那么通过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很多大型意外事故的发生是多少次对很多小细节的疏忽导致最后一次性就出现了大的问题，包括什么这个困难呀等等各种因素，它是多少次对小细节问题不再重视，最后导致结果实际上是人的麻痹大意出了问题。真主给你虽然规定好了，但是你自己却疏忽了，你不能把这个疏忽这一个因素就是说忽略掉，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所强调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上，想通过个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加强善功和向真主祈祷来改变。好的，马永贵阿訇刚才呢，用一些现实当中的例子，以及古兰圣训对我们的一些指导呢，说明了人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要负责任，同时呢，跟协定的一些关系并不矛盾。总的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人呢，不能说以协定作为借口，要积极的去寻求，积极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说，这二者是并不矛盾的，它只会对我们人类有积极的一面。信仰协定，我们在信仰协定的同时，我们积极的去做各种各样的选择，按照古兰圣训对我们的指导，是吧？下面谢松阿訇再给我们说明介绍一下。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بعد。接着阿訇的话呢，我也谈上一下，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定相信协定的同时，我们不要以协定作为借口抹杀掉我们的主观能动性。首先我们发现古兰圣训当中呢，有大量的经文在要求我们积极的作为，积极的去行善干善功。古兰经当中说，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هَلْ أَدُلُّكُمْ عَلَى تِجَارَةٍ تُنْجِيكُمْ مِنْ عَذَابٍ أَلِيمٍ تُؤْمِنُونَ بِاللَّهِ وَرَسُولِهِ وَتُجَاهِدُونَ فِي سَبِيلِ اللَّهِ بِأَمْوَالِكُمْ وَأَنفُسِكُمْ。我指引你们一条路好吗？信有信仰的人啊，我指引你们一条路，能够一种途径，一种体价的一种生意好吗？它能够令你们摆脱痛苦的刑罚，你们归信真主，归信使者，并且呢，你们要以你们的生命财产来为安拉的主道去奋斗，这就是要求我们去奋斗。还有很多的经文说，我阿哈路呢也独立不能费了阿鲁的也不太无能命发独立的，有些人他们在大地里面四方出门走出去旅行，走在大地四方去寻求安拉的给养。有很多经文要求我们去寻求积极的从事一些好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忘了，一定就不要忘了说，所有的事情呢离不开安拉的协定，不要作为一种借口守株待兔。有不信教的人在古兰经当中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他们认为人一切行为都是协定，因此呢，他们说سيقول الذين أشركوا لو شاء الله ما أشركنا ولا آباؤنا ولا حرمنا من شيء كذب الذين من قبلهم حتى ذاقوا بأسنا。 这些人 إن كان تبعون， 后面的古兰经呢一直在叙述这个事情，说不信已无叛主的那些人将会这样说，假如真主意欲的话，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不至于会已无叛主，不至于会不信教，我们也不会把安拉的这些事情定为是非法的。安拉就这样，前面的这些人就是这样，前人就是这样不信教的，直到他们常遭到了我的惩罚。因此呢，我们不能以我们说借口，就是说一切都是安拉确定了，我们不需要去做了，我们等待着就好的。谢桑阿訇，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欢迎观众朋友们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谢桑阿訇，请你继续再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一节古兰经。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بعد。 我们在信仰协定的时候呢，要让它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种积极的引导，不能像宿命论一样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协定的，那么抹杀掉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所以
这节古兰经就告诉说，那些人不信教的那些人呢，他们就以安拉的意欲、安拉的协定作为借口，说如果安拉意的话，我们和我们祖先不至于去以物碰触。后面的古兰经说，如果你们有知识的话，就是在安拉的协定之前你们知道的话，你们有知识的话，你们把他那个知识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看。你们仅仅都是跟随的是自己的猜测，因为人在一切事情发生之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他是幽学阿里姆莱比王写害的。这个莱比未界的幽学的世界是只有是安拉知道，人是不知道的，在发生之前。因此我们不要说入借口说安拉的前进了，大家喜欢说这是你的前进，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坦然的面对。我们要让协定产生的是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种积极的引导。前面我们谈到的，首先它能对人产生的就是让人在一切面前都一种平静的心情去对待，在获得喜悦的时候不会因此而狂喜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也不会被灾难打倒以至于一蹶不振，整个人萎靡不振之后整个人崩溃了。他要让你相信前定，就是要那种不以物喜、不以物悲，达到一种平常的一种状态，人能够平静的、平常的用一种平常的心理去对待生活，在生活面前不会因一些不测或者不顺心的事情感到烦恼。我们在灾难面前穆斯林一定要忍耐 إِنَّ اللَّهَ مَا صَابِرِينَ 安拉同忍耐的人在一起，在恩典面前我们要知恩感恩，如果来因舍克尔图来自丹纳孔，你们感谢的话我一定会增恩给你们的，增加给你，不断不断的增加。我穆斯林就是一种积极的一种去面对生活，就是在灾难面前忍耐，在恩典面前不断的去感谢，都是一种，然后它会变成转化成一种恩典。无论你遇到的是灾难还是你遇到的恩典，只要你以信仰的去面对它，那么你会发现你的灾难会转化成一种恩典。也许一个小的灾难它其实是目前来说它是一个灾难，但是从长远的时间来考虑，那么它也许是对人是一种恩典。这里有一个以前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在据传说曾经有一个国王，他带着他的一个大臣去打猎，去到了很远的地方之后呢，由于这一个大臣经常说什么事情都是感赞真主，什么事情都是前定，都是好的，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安拉的意义之下，都是好的。因此呢，这个大臣经常在国王旁边重复这样的话。后来呢，就到一个地方之后呢，这一伙人把国王就抓去了，去了迷失之后，迷失了自己的军队之后呢，抓起了之后呢，这一个国王是在当时在途中的时候打猎的时候已经把手呢给弄伤了，弄掉了一个手指。这个大臣呢当时就说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在赞美真主，也说这都是好事情啊，没什么的。国王就非常生气，此之就派他的卫士卫兵把他抓回去关起来了。后来这个国王地方迷失了道路之后离开，走得很远了之后呢，被这一当时的一伙强盗以一个崇拜、一个信仰崇拜的以物碰主的一个特殊的宗教群体吧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要作为人祭，祭祀，他们要祭祀的用来宰杀，要把他杀掉。后来发现这个国王他的是手指头是缺的，所以不能用，又把他放了。他就感到说这个事情确实是好事情啊，是如果说我的手指不缺的话可能就被杀害了，被他们用来祭祀使用了。所以呢他就想起来了，说这个事情就好像那个他旁边曾经那个大臣给他说的一样，也是在赞美真主。同样的，这个大臣呢由于被抓起来被关带回了家里，被接近起来了，也没有跟国王最后被这些强盗等等抓起来，同样免去了一死。如果当时没被抓起来的话，肯定去的话死的就不是国王，死的就是他旁边的这个大臣。最后呢，这个国王回去之后呢，大臣被放出来之后，两皆大欢喜，都很高兴。按人的，就是目光短浅，就眼前的这个利益来考虑的话，人手指头掉了的话，确实是很痛的，确实是不测的。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亦是一个好的安排。好的，谢三阿訇刚才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怎样面对茄定我们的一个态度，同时呢我们拥有茄定这一个正确的信仰呢，能够非常的从精神上指导我们人怎样看，特别是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正如你所说的中国的一句古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对待信仰，对待茄定的这个信仰的话，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迷失自我，是吧？在这里呢再请马昌山阿訇继续给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صلي ونسلم على رسوله الكريم وبعد。信仰前定对我们人生的这一种积极的影响，或者是它的这一种价值作用呢？以上我们从方方面面都已经谈论，而我们现在应该梳理一下的是，前定和人的行为。它是合而为一，安拉的这种大的前定呢，它包括对人的行为的前定和对人的行为的这种创造，所以它不可能相互对立冲撞和矛盾，或者是人的行为脱离游离于前定之外，或者是前定剥夺人的行为的选择和自由，这两者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应该把前定和人的自由两者之间用一种 Islam 的中正的这种观点呢，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关系，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而形成一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前定自由合一观。安拉的前定和我们的自由它是合而为一的，它不可能冲撞对立。一如我们在上面的节目当中谢松阿訇引证的乌马尔尊拉安德胡对前定的这一种看法是非常的到位，索哈伯当中十大圣门弟子以天堂报国喜讯的弟子当中有阿布尔贝德布尔贾拉哈，他是非常著名的军事将领，而且是十大圣门弟子之一，他对欧麦尔选择从有发生瘟疫的叙利亚的这个边境上返回麦地那，不前去叙利亚，他就想不通，他发出质疑说：“艾特菲鲁明格德里勒，难道你要逃避安拉的前定吗？”欧麦尔的这个回答是很睿智的，他说：“那菲鲁明格德里勒伊拉格德里，是的，我们就要逃避从安拉的一个前定，我们逃到另外的一个前定。”不是说我们前往叙利亚是安拉前定好了的，那我们返回麦地那安拉就不知道或者是不前定，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样的行为选择不能游离于安拉的前定之外，同时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我们可以临危处置，或者是我们既根据不同的事件我们做出不同的调整，对行为的调整和再次的选择，安拉的前定没有剥夺，所以这就是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是安拉的前定和我们的行为的自由是一体的，它不可能脱节和分开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穆斯林社群体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消极的一种倾向是什么？我们真实的脱靠安拉的话，相信安拉的前定的话，我们可以毫无作为，可以坐享其成，坐在家里边我们可以心想事成，其实这是一种不真实的对安拉的前定的依赖和相信，以及对安拉的托靠，它是一种伪托靠。真实的托靠是尽人事听天命，一如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人有智慧的语言说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把这个话放在这个 Islam 的这个语境里边来理解，或者是我们再次的来解读或者是来论述的话，应该是尽人事听天命，听主的命令，就是尽人事而看真主的意欲和真主的前定。那么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完全做完了，完全尽到了我们的本分和我们的选择，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已经发挥了，然后剩下的事情成与不成我们
只能是看安拉的援助、安拉的前定了。这就是两个是合而为一的，而不是分开然后形成对立和冲突的。谋事在人，成事在主，尽人事而听天命。那么这个是对于前定和自由的这个关系方面可能是很精辟的这样的一种论说明。其实我们的正确的这个前定观呢，是前定自由合一论，它既不是消极的宿命论，它也不是过极的自由论，它是非常时中的中正的对这个前定全面和对自己的自由的一个精准的一种把握和到位的一种认识。人的自由在安拉的前定之中，安拉的前定之中的这一种人的自由呢，它不能游离于前定之外，同时安拉的前定呢也不剥夺我们的自由，两种极端从而避免了这一种两种消极和极端，走上了一种中正的对前定的一种把握和认知。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或者是应该去更好的去理解、精准的去把握，从而这个信仰前定呢只是对我们的人生的这种指导，或者是对我们的心灵的抚慰，或者对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当中遇到顺利的这种过程当中呢，它发挥的或者是它的真正的作用和价值全部是积极的，没有消极。这就是对前定的一个认知，对自己行为的一种把握。嗯，好的，非常感谢马长生阿訇给我们作为具体的指导。通过以上三位阿訇给我们做了一些指导呢，我们心里面就非常明白，我们的人的自由跟前定是并不矛盾的，就正如马长生阿訇所说的是一体的。我们人呢，在信仰前定的同时，我们积极的以安拉给我们的这个能力，积极的去做选择，积极的探索，积极的面对人生。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三位阿訇参与，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呢再见。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